这期 Ra 布洛克竟然 F 5科特安格，这期 Ra 布洛克莱斯纳出席了，然后剧情改变得太突然了，详细的我就不想说了，看图。布洛克莱斯纳当场给了科特安格 F 5，没想到的是保罗野兽，最这也是第一次罗曼雷恩斯的呼声那么高，全场观众喊着 We want Roman。 小编我真的不再喜欢布洛克莱斯纳，一点都不喜欢了，拿着冠军无所事事，周边活动不参加，冠军捍卫赛只在 PPV 上打，比赛毫无质量。今天布洛克 F5 科特，布洛克锁住海马的喉咙时，全场观众喊着 We want Roman。 我是真的不想再看见布洛克当冠军了，我这是第一次支持罗曼在夏日狂潮上击败布洛克获得全球冠军。